亲爱的，如果你妈真的打你，你可以回我家，我可以帮你拨打113家暴专线。我决定要写情书给徐亚萍了，恋爱的滋味真的太美了。妈，我帮你写一下，情书要怎么写？你有收过情书吗？我怎么没有收过情书？怎么没听说过呢？写你的数学作业了，写什么情书啊？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:30，你雅达。